截至2022年6月7日24时，经市疾控中心评估，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，丰台区一地、房山区一地调整风险等级如下：房山区岩村镇北京理工大学房山分校近14天累计报告一例本土确诊病例，即日起由高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。丰台区五里店街道彩虹北社区近14天无报告本土确诊病例，即日起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。截至目前，全市共有中风险地区3个。